相信自己的力量是成就梦想的泉源，而怀疑就是令人生衍生各种的困难与障碍，导致最终放弃梦想的根源。人生是灵修的过程，难免会面对各种的怀疑和困惑，而导致意志消沉、抱怨甚至崩溃经历的考验。所以在人生征途的考验中，不在于瞬间的爆发，只取决于在途中拥有几咁大毅力，能够坚持咁相信自己能力的表现。人生中的贫穷是由怀疑所造成，而富有是由信心所造就。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孤影自怜，缺乏自信，意识就会萎缩不前。当你怀疑身边一切的时候，你将会精神萎靡不振，意志就会缺乏能量，处事就会有心无力，而感觉前路迷茫。当你能够相信自己的时候，你将会充满力量，而当你能够相信身边一切的时候，你将会充满激情。做人越能够相信自己，就会越有力量，就越容易成功。相信自己的力量就是放大人生的格局，而突破一切的泉源。人生因有梦想而伟大，所以人生要活得精彩，活出彩虹，就必须要有梦想。要实践梦想，就要有相信自己的信心。只有相信了自己的能力，正会勇于付诸行动。只有相信自己的人，正会有大格局。越能够相信自己，就会越有毅力，格局就会越大。有大格局的人，无论面对几咁大的困难、挫折与障碍，都会义无反顾地前进，坚持不懈，直到梦想成真。所以我们在人生中所有的努力而付出，并不是为了令别人觉得自己有几咁了不起，而是要从心里面激发意志的毅力，提升坚持相信自己的能力，而能够通过在灵修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各种怀疑和困惑的考验，放低怀疑，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将格局放大，这些就是成就人生，令心灵活得成长而强大的泉源，更是成就梦想的根源。